朴七彩，朴七彩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朴七彩，你说，我想跟你去做一件浪漫的事儿。怎么浪漫了？什么都不让人玩，光溜人玩了。去这个。不去。要去去跳楼机。朴七彩，有学者对2004年到2015年国内外大型游乐设施169起事件做过统计。滑行类项目最危险，占事故总数的36%，跳楼机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呢？所以去这个。那你就不怕摩天轮的高空坠落事件了？哎，不会那么巧的。哼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反正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那你干嘛拉着我呀？自己玩去吧。我们先去摩天轮排队行不行？不去。老板，来杯橙汁。老板要常温的。老板要冰的，这人我不认识。空腹喝冰的要拉肚子，朴七彩。别拿你的主观意识判断我自身的承受能力。老板，多少钱？15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先去厕所。怎么了？肚子疼。快去吧。在哪儿啊？那大厅里面就有公共厕所。哦，拿着。啊！好些了吗？嗯。看你还敢不敢喝冰水？来，喝杯热牛奶，暖暖胃。吃东西啊。嗯，我还不饿，你吃吧。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你了，快吃吧。真的好香啊。嗯，不过我真的还不饿，你吃吧，我看着你就行。我专门给你点的，本来血糖就低，还拉肚子，脱水，再不吃，一会儿晕倒怎么办？我可不背你啊。嗯，来。要不就吃一小口。嗯。我。嗯，好香。我给你留了点，你吃吧。嗯，好饱啊。嗯，你等会儿，我去给你买纸，等着啊。来。好了，走吧。嗯，成破了。别看了，小心，你男朋友打你了。朴七彩，你又吃多了。我刚才那样，真是笑死我了。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嘛呀？下一次。要买一条适合自己尺码的裙子。好了，我们该去摩天轮排队了。摩天轮，摩天轮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摩天轮？我都这样了，你根本一点都不关心我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，朴七彩？我要回家。你还嫌我今天受的气不够吗？摩天轮要坐你自己坐去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我朴七彩。摩天轮，我票都买好了。
摩天轮，摩天轮，就知道你喜欢的摩天轮。女孩子喜欢什么一点都不在乎，气死我了！幼稚，还说要带我做最浪漫的事，遛我还是遛你啊？一点都不浪漫。我再等你五分钟啊！如果太阳落山了你还不来找我，我就……哎，老头子啊，摩天轮的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传说中的摩天轮啊，它转到最高处的时候，有相爱的恋人如果一起去看日落日出，他们就会永远在一起。啊，哎呀，那你就不怕摩天轮高空坠落事件了？哎呀，不会那么巧的，我们该去摩天轮排队了。摩天轮，摩天轮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摩天轮？你根本一点都不关心我。摩天轮，摩天轮的传说，全息正今天约我，其实就是想和我一起坐摩天轮，在最高点一起看夕阳。他想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我怎么这么傻呀？全息症，一起坐摩天轮吧。走啊。不是今天有动地才有心机的魔力，你用温柔的细腻唤醒空山新雨那份清醒。若我不言又不语，眼底也流露爱意，琴键飘荡出旋律，是否暗藏着你我姓名？你在我心里虽然未经过同意，拒绝由谁来把你认领，我一直都想确定，念念不忘是否就有回忆。你在我心里就像经典的电影，每个场景反复被放映，就差一句我爱你，希望你亲口对我说明。这样会舒服一点。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清楚，害我错怪你，误会你了。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做最浪漫的事。这算什么呀，不清不楚的。不过现在明白了。场景反复被放映，就差一句我爱你，希望你亲口对我说明。全息症，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故啊？不是要发生事故，是要发生故事，我和你的故事。天轮的传说是要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我已无法自拔为你沦陷，你却被从前打了四箭，阴霾中更加期待邂逅蓝天。
吗？不累。学长哎。哎。哎呀，学长。我们准备去吃饭，要跟我们一起吗？对啊对啊，我们一起去吧。算了吧，我还是不想当你们两个的电灯泡。哎呀，说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看时间不早了，我赶公交回学校，我们下次再聚吧。也行啊，拜拜。那学长，下次再见喽。嗯，拜拜。我们。你看我们的照片。啊，我发现看你笑还真不容易啊。我现在不是正在笑吗？是是是。走吧。嗯，上来。哎呦，哇，你该减肥了啊。什么？五哥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杨匡想旧情复燃，林毅又余情未了，还嫌我干涉他的私生活。你呀，哭得来不及哟。好好想想吧。恋爱的感觉真好啊。这是不是就是快乐的感觉？朴启才，谢谢你。晚安。喂，你们干嘛呀？这句话应该是我们问你吧。你昨天干什么去了？跟谁在一起？没干嘛呀，我要去上课了，我来不及了。我已经查过了，今天没有你的课。一大早穿这么漂亮，肯定有事。我的七彩呀，人生呢
爱情可遇而不可求，爱而不得的也有很多，但唯有亲情呢，是永久不变的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啊，永远都不会离开的。行了行了，我昨天跟全息正约会去了，我们在一起了，满意了吧？什么？在一起了？什么时候？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哎，谁先表白的？他先表白的吗？你在哪表白的？怎么表白的？有没有亲密接触？哎，行了，我亲爱的哥哥们，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，但是我也不小了呀。在生活上，你们可以处处保护我，为我考虑，但是，爱情，只有让我自己亲身经历才会知道，就算最后结局是苦的，那也要我自己亲身经历啊。所以，你们这次就让我自己去体验，好吗？我不是反对你谈恋爱，但像你这样对男朋友太好，以后有你苦日子过。知道了，二哥，我有一个恋爱达人的哥哥，我还怕看不清楚那些渣男的套路吗？就算最后全息正是个渣男，我相信我的哥哥们一定会为我撑腰的，对吧？所以啊，有我哥哥们为我撑腰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我先走了。恋爱中的女人，智商仅是为零。这个题，上这个我也没看懂。老师讲过了。哦。你看这段。你今天不是没有课吗？哎，对。怎么来学校了？因为我想看到你啊。我发现你最近很爱笑，哎，是因为我吗？我没有笑，你看错了吧？你明明……大家都仔细，怎么那么吵啊？你明明就是笑了，让你承认想看的我，有那么难吗？从进来到现在一直看着我，你还没看够啊？嗯，永远都看不够。谁让我男朋友长得那么帅呢？看一天了，还没看够啊？嗯，好了，给你看。喂，全息正，朴七彩，猪猪，哎。哎，西正 ，Hello， 七彩，你今天不是没课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西正有课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俩才在一起几天，就开始夫唱妇随了？说什么呢？
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既然碰到你了，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呗。嗯，不行哎，我跟西正约好了要去吃烤肉的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嘛。猪猪，嗯，行了行了，知道你们两个浓情蜜意还在热恋期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果然是我的好闺蜜，重色轻友。去吃你的烤肉吧，某些人记得要节食减肥。别理他，我们去吃烤肉吧。走吧。吃啊。我不吃，我减肥。真的不吃？嗯。哇，好香啊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好吃啊。你确定你不吃？对嘛，吃饱了才好减肥啊。嗯，不过我只吃今天这一回啊，你以后千万不能再让我吃了。好，多吃点。嗯嗯，全西正，嗯，我觉得我好幸福啊，谢谢你陪我吃烤肉。应该是感谢你陪我来吃烤肉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怎么又不吃了？嗯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？什么事啊？我这么辛苦才追到你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离开我？傻瓜，我能跑到哪儿去啊？你保证？我保证。吃吧。嗯。干嘛？又来找我问七彩的事儿？我不知道。我就是好奇，你们怎么一天都没在一起啊？这世界上哪有一辈子的好闺蜜啊？怎么了？跟七彩吵架了？七彩有新的闺蜜了？哪儿跟哪儿啊？还不是因为七彩她见色忘友，一跟全息正去约会，就把老娘摆一边了。什么？他们确定关系了？嗯。三哥，我问你啊，全息正和朴七彩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？感情的事情强求不了，七彩她从小就是一根筋，只要她认定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也就是说，这都是真的了。嗯。四哥早。早。
快说什么呢？我身后也没东西啊。没东西啊？你不会又为情所困吧？嗯。蜀道难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可是喜欢一个人更难。发什么神经啊？恋爱中的人真是伤不起，都学会以事作比了，爱吃不吃。子怡姐，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原告一个都联系不上，怎么办呀？知道了。不用等了，他们不会来了。是不是很惊讶？果然是你。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我为什么要惊讶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是你让他们撤诉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一点都猜不出来的话，还怎么在律师圈混？你猜出来也没用啊。没想到吧，打官司从来都没输过的西大律师，今天栽在我的手里。没有上法庭的案子，怎么有败北这一说呢？我告诉你，对于律师而言，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不是在法庭上取得胜利，而是通过庭外调解让案件在法庭以外的地方得到更好的解决。这次这个案子就是这样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你哦，不过朴再三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会一直盯着你，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欺骗女人感情的事情，可就没有庭外调解这么简单了。到了那一天，你要是还想再成就我一次的话，我也不会拒绝。加油。子怡，我昨天那个选择题我最后选 B 了。啊，真是。沈同学，再次欢迎你来到圣加布里大学。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 C。我也很荣幸，谢谢孔主任。那孔主任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哇，哇，他是谁啊？好像是新来的交换生。据说还认识钢琴王子全熙正。是吗？难道是全熙正曾经的那个搭档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他们两个都姓沈。都姓沈？对。既然都已经来咱们学校了，以后肯定有机会认识他的。嗯。哇，好美啊。等会儿去图书馆啊。行啊，走走走走吧。嗯。喂，全熙正。喂，七彩，我在路边等你，还给你买了冰淇淋。好好，我马上出来。好久不见，熙正哥哥。